来看点好东西。哦，今天终于拿到了我的实体专辑。哇哦，好酷！现在我要打开它。嗯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我很爱。非常的，这个我建议送给闺蜜。哇，第一页有我的光碟，然后里面有应该是无穷无尽的照片，然后那么现在我就要随机挑取一页。就它，随机挑取页来签名啊，所以大家收到的专辑就是那个签名，你们得自己找，每一个可能都不一样，像盲盒一样。OK， 这就签完了，看看谁能收到这一本，期待一下。好。具体里面的每一张照片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，你们可以回去偷偷看，回去留着自己看嘛，我就不给你们偷太多。我这中间还是一个摸起来质感不一样的那种设计，你们回家可以就像我这样去摸一摸它，感觉非常的不错，感觉非常的，就是摸上去身心非常的愉悦，很放松。对，给你。这份签名中，最后一张了，终于签完了，好，没了，希望抽到幸运的你。